我已經在這個活動叫做 NEPTUNE Day， 我們就今天會橫跨赤道，橫跨赤道的時候我們會有很多不同的傳統和儀式，譬如我們會跳落泳池道，跳落泳池道之後我們要寫一條魚代表我們橫跨這個赤道，現在外面你看出去很多人都在準備跳落泳池道，那邊呢就會有很多人吃一條魚，還有最右手邊的 corner 是有人剪頭髮，那陣好快就到我跳，再見。這個嘅赤道駛向呢個南半球，咁但係真未去過呢個南半球，最勁最近南半球嗰次都係喺古巴，但我哋依家終於有機會過南跨赤道去南半球，哇！我勁攰，係啦，因為全世界都喺度等緊呢一刻，就係要跨越南半球呢一刻啦。我唔知啊，即係終於可以第一次踏足呢個南半球，開心。有得見到個浮標啦，全世界影緊咧，嗰個就係嗰個赤道嘅標記，就係如果你過咗浮標嘅話，代表你就會過，代表你踏入咗南半球啦。